我是九八级的，很久以前，九八级的。然后我们是南艺大动所的同学这样子。那我叫钟宪，然后君宁，给君宁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来我们细节待会。表演的好马吉，来吗 ？Hello， 因为他是影剧系的，他是影剧系的，他是个舞蹈剧中，对。对，没错。最多忙的就是影棚的两位老师，建宏老师。建宏老师现在后来就要帮我跟去那个飞机场上做飞机场。你自己有想过，就是在创作过程。